这是一个便携版的电脑系统优化维修工具集，软件内共集合了170多个电脑系统优化维修工具及修复工具、网络工具、系统工具、安装卸载工具及多个实用小工具于一身，支持 Win7、Win8、Win10 等主流操作系统使用。日常使用电脑时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小问题、小故障，很多问题其实只需要一个修复工具就能解决。比如当我们打开某个应用或某款游戏时，提示缺失 DLL 文件无法启动运行，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遇到过这类情况。这时我们就可以打开这款电脑维修工具，在修复工具分类下找到 Directly 和修复并双击启动，然后点击检测并修复，软件就会自动修复系统 DLL 文件缺失问题。很多朋友在安装打印机时会出现报错，无法安装打印机的情况，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没有正确设置安装驱动，软件中的打印机修复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像类似以上这种常见问题，仅在修复工具分类下就收集了70余款，像开关机无声修复、驱动报错修复、游戏不能全屏、音量图标无法设置、电脑睡眠状态无法唤醒、系统性能变差诊断修复等等，对于电脑小白来说，妥妥的电脑维修神器，完美。以上只是介绍了软件中的修复工具分类，还有网络工具、系统工具等分类，每一个分类下都收集了多个实用小工具，这里就不逐一介绍了。软件是单文件，可直接装在 U 盘中做电脑日常维护使用，首次启动软件打开会稍慢一些，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，毕竟那么多工具都需要加载呢。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，需要这款电脑系统维修工具集的朋友可点赞、评论、转发本期内容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网创智慧库，回复关键词智慧工具箱获取软件下载地址。关注网创智慧库，本号持续分享高效实用的软件工具。